前湖有根短，荡然，且河口变陡，从后为天深，各问安归来，细节之色。那你坐到后面去，坐那点儿，那边有个窗，快去快去。这车的乘客请坐稳扶好，车辆行驶中请勿随意走动，车厢内禁止新增。下一站南昌大学前湖校区。只有第一排有安全带，只有第一排有安全带。第一排这个冲击力更重啊，后面就没有那么痛。